好，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加密货币，尤其比特币的这个暴跌哦，不暴跌，现在还有国家，包括萨尔瓦多啊、中非共和国啊，确实把比特币当成他们的这个法定货币，现在不是赔惨了吗？对，听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啦。不过这是扎扎实实、真实发生的故事哦。萨尔瓦多呢，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呢，是花了1.5亿美元去买了比特币，而且呢，把比特币是定为他们的国币，也就是法定的货币。那其实那时候大家就很质疑说啊，比特币啊，很多的全世界的几个主要的国家的央行大佬都否认这个货币啦，那为什么你要把它是就是认定为是你们的国币呢？那萨尔瓦多的总统呢有特别出来解释，就说哦，我们要用比特币呢去发展观光，然后希望更多喜欢使用比特币的人来我们国家玩，那带动观光就会带动我们的一些收入等等。好，重点是他是去年九月的时候花1.5亿买比特币。我还特别去查了价位，它九月的平均的价位呢，大概是4.5万美元左右啊，买的还不错。当时的价位，因为后来比特币冲高到6万多，对，有到6万9，没错。所以它其实当时是有小赚一段，所以我相信萨瓦多总统觉得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英明。可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价格呢从高点大概是崩盘了，是6到7成之间。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下子呢萨尔瓦多这个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最新的消息我后来又去查了，萨尔瓦多的财政部长说没有卖就是没有赔，而且呢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货币，我们还要再加码。所以呢他们说呢，今年6月30号已经加码了150万美元哦，还要再持续加码。可是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其实波动真的太大了，人民一直质疑。结果呢包括萨瓦多的财政部长又有新的说法，他说哦，其实这个 1.5 亿美元不是很多，占我们整体国家的总预算也不过 0.5%, 你们不用太担心。好，但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坚持要把比特币当作自己的国币呢？大手一连串的故事啦，包括2019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呢匿名捐助者呢，就捐了这个一笔的钱给萨瓦多的一个海边的小村呢，叫做艾桑提，然后就发放比特币啊，然后就规定说你不能够用其他的货币，你不吃饭，你要吃饭喝咖啡等等，你都要用这个货币。那同时呢他们也发行打算要发行10亿美元的这个比特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债券，要来发展整个比特币的一个商机。那同时呢政府也非常非常的用力哦，政府说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全国的民众都要来使用比特币，所以呢你要下载比特币的电子钱包啊，这个 APP。 那如果你下载的话，全部的民众都可以获得价值30美元的比特币。哎，大家还是觉得反正下载就有比特币嘛，好，加减去下载。所以呢虽然呢全国是650万人口，那 APP 被下载是高达400万次，可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，因为安全的机制不是很完整，所以呢发生了很多盗用的事件，然后人民盗用。对，我觉得人民也很聪明啦，你要送我礼物我就赶快去下载，可是以后我会不会持续去使用比特币，或者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行为，看起来是没有啦。然后就连他们现在第二大城呢，还是呢大部分是用现金跟美元。所以呢其实呢就连 IF 都说，拜托萨尔瓦多政府官员，你们醒醒醒醒，赶快醒一醒，放弃比特币当作国币啦。那我只能说没卖就没赔，就不算赔钱这件事情，这个在投资学上真的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。好，的确，就像刚刚燕丽说的，这个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都说，这个比特币实验呢已经面临失败，因为其实全国销售额只有5%是用比特币在进行的，比例非常的低，而且超过80%的企业呢是根本没有使用加密货币来做交易的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。大 K 今天要分享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财经大白话 YouTube 频道订阅已经突破10万人喽。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，加入订阅，成为我们财经大白话的一员，一起在股市中成长。不管你是财经小白还是投资老手，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，让你的存款数字跟手机号码一样长。